一比我慢，4小时09。嗯，走吧。那我嘞，可以吗？跑得很棒，你那台好像。你跑前面好了。目前为止，感觉都不用担心。背后缆，拍一张，这样一拍一个一张会是蓝的，但是一直录的话就难讲。一直，如果你用360的话，因为你一打开，它三方位、全方位都有，那太阳也会被它考虑进去曝光，就很暗。对，所以除非整个天一起很蓝，那就会把太阳压下去。
这里为什么杀起来是粉粉的声音呢？嗯，好，对啊，有土那里哦。对啊，好，我没有啊，我只是停在这里看一下，好啦，所以就是右边勾回去的。应该说哈，这里温度是零下，太阳晒过以后，就会稍微把它结冰起来。绳子，所以拉的速度之后，看到围的绳子了吧？缆车那边围的绳子，所以流的速度要有够，在那里转弯弯进绳子里。要坐，哎，这个现在停了吗？有人进去了吧？为什么都没有在动啊？啊，动了，对啊，要坐这个缆车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你不要坐大台的。你有要坐吗？要坐，为什么不坐大台？大台也是要一拉五拉三。因为下面都没坐过啊，坐一次啊。好，而且等一下下来可以走啊，刚刚那个黑的啊。谁？搭刹车，然后再往后面，我觉得太可怕了。要滑比他快才行，这样。就一个没开，一个缆车没开。那在哪里是啊？另外一个好的地方是说，它的所有缆车都是变速缆车。都是舒服的缆车。再看一次，还好。
但是呢，我认为它就是一个冰冰硬硬的面滑下来。这我觉得什么都好好看啊。好，那这个应该要四个大弯下来。它好像一路快摔死了，到底是好滑还是不好滑？很难滑啊。他就要去到那个去了，是有雪，怎么左边可以滑呢？还是去左边比较好？左边哪里可以？被拦下来了，被这个树跟网子拦下来，只有中间可以过去。左边我觉得比较好，他没有压。车下不能滑吧？地图上有啊？对啊，不然我反正现在认真看。那里是切过来的地方，对，但是大家在害怕的时候就不想切过来，但是这边可能应该比那边好滑。缺点是下面要直走冲冲，这个雪很乱，不见得好滑，这看起来雪就很乱，你那过来的地方也很危险吗？好，这一段这里，对，靠边边切进来。切进来的地方有草，我觉得这很不好滑，所以应该会绊倒，所以对我来说应该是右边比较好。自己为难自己，好就滑。那这个上去就会到那个大平原，那个大平原，我现在脸都有，我看一下都有照红吗？就是会等啊。不是，我是身体会。我是脖子跟额头一点点的。就是要不知道练到多久姿势才会对。这个是放软腿的那种，放软腿，我还是脚收不回，不是放软腿。感觉是大人在把脚甩一甩，甩到对的位置再把它放好。这个小孩子放软腿。所以右边就是那个什么 SSP 接过来的地方。还是右边接去 free ride， 好，去偷看一下，很多人过去了，摇来晃去，是未压雪区哦，他写说这边是，怎么从背后看写的是初级？怎么会这样？这边是初级 course， 是那个长长的，是初级，是长长的那条绿线，是个我因为他们在那边扭来扭去的，我还以为说是没压雪还是怎样，结果是边边没压雪。因为它跟贡多拉是同方向上去的，只是提早结束。如果有这些树，但这树都已经没有叶子了，就只有枝，这种树的保护树风会小吗？会啊，一定会小的、啊。如果风很大的话，这边是比较。那考虑说，明天风大，然后又想要鉴定猫膜，又怕明天不开。嗯。
就很犹豫啊。风大雪大，这里这个雪场我感觉是蛮好滑的啦。你是说明天还是来这里吗？我什么都没说，我只是说，我不要我不要去到一个风，就我要风影响最小的地方。这个我肯定，他的所有缆车 cord 应该都有办法开。对，在风大的状况下。那个猫膜你就来这里？因为我没有研，我又没去过啊，我不知道它会怎么状况。没有看看雪道图没有办法，看空拍图也许一点点，就是看是不是顺风这样。对啊，这好远哦，雪拉的好远。不过有一件事情，它的山顶联络缆车是两人坐，所以山顶联络缆车可能会吹得冷爆，会被吹到冷爆。如果山顶联络缆车不开的话，那就会很衰。因为只滑南半边，我觉得只是还好而已。嗯，那这样听起来好像明天来这好了，是吗？嗯，不想赌的话，明天去猫魔的话，也许会滑到很粉的雪。那、哦、为什么这里不会粉？这里也会粉，但是这里可能。太平了，所以可能可以只能一直直滑。这里抖的，你又不肯去，你讲话很矛盾呢、欸。我有不肯去吗？我只是很对他有疑虑。可以去啊、嗯，我只是觉得会费我的力气而已啊。一直飞，一直飞，没别了，没别人。嗯，更难。你有要接去山顶吗？我都可以啦，就是想要把至少如果只来一次，要抱着只来一次，就是觉得所有路我都要滑过的心情。山顶是重复，然后，因为现在这里就偏下半坡，是因为那个缆车没开，所以那个都没有滑到。什么没有滑到？有。就是往上看的右手边，就是那个。对啊，那边对，就觉得哎，鸭血车好像去过了，但是没人。这边为什么一堆房？前面是一堆房。这里就是大平原啊，这里也有个餐厅。这个人是这些人是怎么上去要干嘛的？这里也有餐厅还是什么的？我以为啦。这里大平原下。可以接往山顶，然后如果我们继续往下滑，可以去滑刚那个黑，然后看你要坐贡多拉或坐这个都可以。Main Street 环过了就要滑，不是 Main Street， 那是那边吗？你看很多人往那边去，去看看。是过得去吗？它有个箭头往左吗？还是？
亮哎、欸，月亮哎、欸，真的、啊，上级应该是另外一个黑还是什么的，你要看吗？红线而已。两根，有一种后悔的感觉。往这里看是还好，就是右高左低啊。下吗？啊？下啊，也只能下。你要先滑远，我才会滑。嗯，三个有点凹凸这样。我只是看一下这条路，所以这是另外一个红或黑之类的吧。好，走吧。
对啊，啊，你说有大排队吗？应该很多人往上爬。那现在要很直直的冲才能冲到那个缆车，我是觉得坐那个就可以了啦。冲啊冲啊！小口渴，可以喝了。好，竟然还有个中间，中间会不会就是这个？我那是最后面，现在这里的这个中间。你说这个这样下来这边，然后中间的一条路，对不对？然后就走这条路，然后看从这样下来。没有，那是更上面的中间。现在这个中间我们有路过，就弯走。对啊，我是说，就弯。不是，这个缆车下来。啊刚刚你说我为什么要去那里？那里那就是那个中间。下来的这边，就是我很放下，所以这里，然后再下来。嗯，就是你质疑我说为什么要来那个都是冰球的地方。哦，这球超多的，那种啊，球超多的，有点危险。球根本就跟你的滑行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哪会有点绊道路？不会啊，它不会影响你啊。那走啊走啊，就把它走满。嗯？把它走满，所有路线都走过。哎，还是现在没那么大太阳，但是现在是我可能滑不了，这样啊，三六零。现在的问题是会比早上已经算是软的了。现在啊，这人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看起来很像很累。哇，大大壮啊，他刚。
我说他好像是不稳，然后他我回头看他转了一大圈，他自己应该也吓死。哦，他又爬起来走了。转一大圈是摔的转一大圈。对，他在地上这样刮一整圈，然后整个打转，然后再往下。那那个打转是失控还是还在刷板？失控。哦。因为他刚冲得很急，很快，很恐怖。那我们现在滑的是缆车线的右边，对。左边也滑了，右边也滑了。这是不会是这边不用滑吗？这边就是 Main Street 啊。刚刚一路这条现在这个是一个很像连接道，不用滑、啊。这个绿，你要收集满的话，你可以滑、啊、这个绿。不要，这个这个绿下面应该就有接一个你说它黑的地方。不是，是它的左边，就是球球路是在这条路的中间的左边。那就是在更上面一点。这个斜坡、就是。这球球路很会抖。抖一点点而已。整天都听这种声音，听。你觉得是走的喷雾走的吗？应该是走的。我在想，这是滚雪球还是走的？而且还分岔路哎，怎么会这样？一左一右，两只哦，就两只来同行，后来决定分道扬镳。是一前一后。不是，它路岔开。一前一后，一个走左边，一个走右边。分道扬。应该是说那个券，我没注意到上面有没有什么 QR code， 那要怎么点？你知道什么？找人啊！对啊，找人啊！期待了半天之后不能喝券，赚400的感觉。对啊，结果你赚4900，哎，那个是花100得400，啊，谁知道有这东西呢？所以他就只给了我那么一张纸，我也不知道我会换到什么。今天选 Deco 有个好处就是，你觉得他拱多少不开，他小缆车会开的，你觉得？拱多少不开呢？主要是风的问题。对，我但他小缆车应该都可以。但是那个拱多少，因为明天是粉红，那个风速是19，我觉得也不到拱多少不开的那种 level， 大概25以上就会不开了，30-40就不会开了，肯定的不开，红色、紫色等级。告大家，对，2:30，你们就吃不到喽。刚刚没走是这里，刚就是有一些雪板就走这了。这是个直板往下冲的小孩，很稳啊，这老爸很稳啊。那是现在稳啊，这个应该也是有点像 Main Street 的那种斜度的感觉。这边写初中级，那边写上级。所以我们要走左边。对啊，就走这条路。慢慢下。有分左边右边，怎么会这样？我们刚就是走进来这边吗？是啊，然后就一直往那去啊，有没有？那我们刚是走过了吗？走过最那边啊，最右边，最右边都走了、啊。那所以我们要往右走，这个路分岔路我们要往右走。回头的最左边我们走了。对，所以我说这个分岔路我们要走右边。对啊，没错啊。然后哪里才会再碰到比较好的？
就好了。对，原来线的右边是 park 啊。我刚刚在想说线要走哪边，我想说左边比较宽，走左边。原来右边是 park。你不要想去跳。我没有要跳啊，我可能跳一次就不行了吧。起跳头往前顶还是怎样？左一哦，要走哪边啊？往右就连回 Main Street 了，先走左边。这就是早上晒过以后，下午啊气温更低了，就结块了。嗯，右边比较差，左边。好吧，但是就滑这样，好吧，走了。啊？丢！丢不远哎。为什么叫丢得远？你说重不重的意思吗？嗯，很轻。它只是那些围笼围笼的水把它们结在一起。要你先，我先。都可以啊。你先好。我先。我在怀疑右边那边是往上还是往下。右边那个小小的哦，是往下。好，那边是接回来的路，我懂了。没事吗？我刚刚不是看到有人往这个方向吗？应该是他们过来接，然后再往下。对啊，我就是怀疑那条路到底是哪个方向的。应该是往右吧。好，那这次还是往左这样。好，那。
所以那就是我刚刚转过来翘起来的那条路吗？不是普通的岔冰欸，受不了。很不喜欢，超难过的滑法，都是错。会不会下面被磨得很惨啊？如果狗都来，又要排队，又要爬楼梯，又要拖雪板，那我们还是做小的好了。好啊，只是我说怎么可能没有经过黑的？刚刚那就是啊。啊，我没看到哪里。什么叫我没经过黑的？就是这个车子对着的那条黑的有土的那条。那个在 Main Street 的旁边啊。现在看另外一条路了。你要走 Main Street 才有。那就走回来。好。凶啊！前进两步啊，我觉得他们有力，那么就继续前进。但是他前进两步又不前进了，所以你说要还是不要？他们有办法一直前进，那他们就先了。好，他前进两步就停下来。那最起码刚上搞一搞，我们有推进力，没有浪费一台缆车，这样就。
就结果这里啊，我说这里就走 Main Street 那边不要转弯就下来就对了。好、哦，好、哦，但是这里我们过得来吗？啊？我们再过，呼呼冲得到缆车吗？就这里看两停，就是大概在一堆土的地方就直转下来。那你要走左边吗？就不走了。我跟你讲，左边太远了，看起来。我是觉得应该是还……那你去走左边，我走右边、啊。但是我想要冲到缆车，所以我觉得我就要在土那边就往下冲。为了要回到缆车，我不用去试。有个橘色人来了，看看怎么样？山下有个橘色人，看看。我看着。哎，要看一下我的路线有没有晃比较多啊？一定是有啊！我刚是完全一条，一直走到那个黑的位置才接回来。就是多了一条线而已。他还是不觉得我有。有啊，就这里啊。画走。不过有一条很怪的线，你有没有看到那条分叉的线？咦，这怪怪的哦，这个没有路哦，没有路哦，这个好像不能。所以这不能滑。没有东西啊，下去不就死定了吗？可能是地图画这样，可能地图是画这样。那我刚刚只是把上面画齐了，这边画齐了。对啊，就是石城冰块路。然后这里这个地方就是我说，那个是接回去，所以两个接回去的地方都是回 Main Street， 这样。那至于你怀疑的那条线，我现在看就可以看出来。我早上的地图，有画到下面啊。就直接滑 Main Street 就好了。应该是说那里不是有一个写初级者道路吗？哪里？那个我们现在坐缆车，等一下就有一个横的初级者。
面可能也变了。真的吗？对，就是上午的太阳的 power 不足以让下午的也。那、啊、你觉得鸭血车有足以把这些冰球给压化？不可能，它是把它压成冰层。我说，刚刚我们滑那个晚上鸭血车的规，它会把冰球压成散的。会吗？会吗？会压散。会啊，会啊。哎，刚压好的就是面条雪压，你不会说面条雪一滑它就变成颗粒，就是它的底层，它把它压下去啊，压到下面去。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不知道那个压雪车的重量它能够压碎，因为你底下没有够硬的东西，它没办法把它压碎。就是有个基本压力，因为那个。像这种没只有头发的，我看到一个冷，一个危险。这个风在那边吹，头发这样散散的，连毛毛都没有，不会冷吗？感觉就是这样。对啊，那这些爱漂亮，去买个漂亮的毛毛嘛。但是我觉得还是安全帽。可能会变成电头发，太热。如果出血的话。上面的血脂比较好，好啊，去看看。而且快要喝饮料了，哦，就是上去喝这样。好。哎，他会有 less order 不会吗？饮料为什么 less order？ 我怎么知道？两点的话不是可以喝到？那个是午餐，哦，好多人哦。现在声音就不一样，到这里就好了。为什么会有点排队呢？啊，这里还不是最上面的。这里就是上午一开始你说哦，下面怎么排那么多人的那个地方，就是刚吃完饭要来到这个位置的人。其实认真讲，我那个 Phoenix 拿来当雪衣也是可以。我不确定的。里面太热吗？还是就刚好一半一半？没有，因为我原来想说，哦，它没有那个设计，没有那个设计。有吗？我没看到。我没看到有啊。我本来是在想说，哦，我好想要有那个雪橇套的，但是我后来想一想，它没有雪橇套吗？对啊，我后来想一想，哎，其实我这样带着也还好。如果而且 Phoenix 那个，我觉得平常穿当正常外套也 OK， 然后口袋也很多。
就觉得好像整体来讲用那个也可以耶。啊，不过你要说它的缺点就是，它那个前面的口袋就只是纽扣而已，不知道塞进松雪的话会凸啊，会不会进口袋？都是口袋，它的那个就是盖上面，我说前面那个。啊，还有就是侧面它不是拉链口袋，好啦，那不行。那也是侧面有上它。那侧面的那个，你要是摆就不能放啊，这就不能放啊。我是说，我不放东西，这是理所当然。但是雪进去的话，我很难倒出来。好吧，那一想到这个，确实不行。好好好。做这个可以喝饮料吗？好像刚好就在缆车站上面。想喝水，在拿到咖啡之前先要喝咖啡。
前面他们是一对男女朋友，男的买完就走了，那、啊、女的接着按按按嘛，接着也走。男的买男的，女的买女的。所以最起码男的拿也会通知到，所以我觉得这样处理也是 OK 的。对啊，就刚好在这个上面了、啊，就滋滋过去就到了，所以不用再换一段。或者是说一个人把它打开了，其他人也不会把它想关起来，而且里面还有一个自动门，所以也不会冷的话，有人就会想把它关起来。